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5号，啊，好高兴！我们8月11号到达新加坡，然后开始了我们长达2个星期14天的 stay home notice。今天我们在8月25号的中午12点，我们的 stay home notice officially ends，今天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超开心呐！你开心吗？开心吗？我们可以出去浪了。可以跟妈妈出去浪了。睡觉心情就不好。我们给崔爸崔妈申请的入境申请，又被你又摔倒了，你看看，又被拒绝了。而且完全都没有说理由就被拒绝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简直难以置信，不知道为什么从中国过来也还是照样被拒绝，而且有小孩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同情。没办法，只能继续等着了。隔离是第几天？第9天。我明天去做核酸检测，然后核酸检测之后哪怕出来是阴性，我也要等到14天。8月25号是我们解禁的日子，今天8月20号，解禁之后我们可能能雇一个，我都没劲儿说话了。当妈实在太难了，好累啊！而且好像小娃娃现在开始长牙，昨天晚上哭了一下午，下午也没睡觉。嗯，看看长牙了吗？不让看。小娃娃好像开始长牙了，我给他买了点凉的那种口胶，让他咬一咬，但是好像也不是特别舒服。你们的宝宝都是什么时候长牙的？明天我去做那个核酸检测，然后翠哥要看着娃娃，所以他肯定会狂哭。So tomorrow is gonna be fun with the baby teething and having separation anxiety.妈妈，妈妈，娃娃跳，蹦，好好好，娃娃蹦，娃娃蹦，啊，真好，娃娃，蹦蹦蹦。这是到新加坡这么多天以来第一次化点小妆，很淡的妆。我现在要去做我的核酸检测了，这个会比较困难，因为小娃现在跟他爸单独在一起的话，我不能出他的视线，我一出他的视线他就狂哭。但是据说这个核酸检测需要1个小时，所以他现在本来就应该睡觉，心情就不好，所以翠哥应该 have it very tough。 Let's see what happens. Okay, we are ready to go. 我戴着我的 N95 的口罩。 Alright, let's go baby. You well behave. 他都会觉得我弄吧，你会吗？我会。好，来吧。我觉得你跟他买的也蛮好的。I can go get it. OK, 宝宝们，我们现在在去我做核酸检测的路上，小娃娃还挺乖的，但是一会儿他要跟崔哥自己待着，不知道会不会乖。哎，娃娃，娃娃，你乖吗？娃娃，你是乖宝宝吗？嗯，好像不是很开心。我2个星期，还不到2个星期就哪儿都不能去，在屋里。This must be babe.
This must be how it feels like to be in jail. I don't think you have a very good idea what jail is. Yeah, probably similar to something that I'm going through right now. Right. OK, 已经结束了。特别好，因为这儿人特别多，但是我跟他们说我有一个七个月大的宝宝，然后他们就直接让我到最前面那个，就是第一个弄的，就完全不用等，弄了一个 Q-tip 现在弄上去，挺不舒服的，但是也没啥，希望结果赶紧出来吧，而且最重要的是是阴性，回家了。大宝贝一直在睡觉，我给他用手顶着点，要不然他脑袋都掉下来不舒服。啊，太好了，宝贝儿一点都没哭，太好了。来，爸爸，爸爸，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5号，啊，妈妈好高兴。我们8月11号到达新加坡，然后开始了我们长达2个星期14天的 stay home notice， 就是在家隔离2周，然后我们哪儿都不能去，然后每天要下载一个叫 Homer 的 APP， 然后给新加坡政府每天照3次自拍，然后2-3次体温，在那个 APP 上面上传，然后他们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每天都问我在哪儿，然后再确认一下我的信息，然后有一天还要求视频电话，就是确定你哪儿都不能出去。那个 Homer 的 APP 是随时随地在你的手机上，就是能够 track 你的这个 location， 就是你哪儿都不能去。然后在经过了这么多天的折磨以后，我们今天要解放了，娃娃。我们今天隔离要结束了，娃娃，你开心吗，娃娃？娃娃超开心的。所以今天我们在8月25号的中午12点，我们的 stay home notice officially ends， 今天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超开心呐！啊！你开心吗？啊，开心吗？啊，超开心！啊，开心！你开心吗？啊，开心呢！我们可以出去浪了，可以跟妈妈出去浪了。我身上穿的现在是翠哥的衣服，因为家里已经没有干净的衣服了。翠哥穿的 T 恤是来自3个月以前，剩下的衣服全都脏了。我们现在吃完早点，再有3个小时我们就 free 了。待会儿咱们跟云阿姨、云叔叔、云姐姐、云哥哥们一起倒数啊！爸爸，倒数10、9、3、2、1 ，We are。团队给我送来的花 ，Babe， can you open this this card？ 团队给我送来的花，可以看一下。Freedom is beautiful， 翠 team， 啊 ，I love them。哇哇 ，Thank you， I've got the best team in the world。准备晚上七夕去跟翠哥一起吃点东西，翠哥完全没有打扮。七夕快乐，宝贝。OK， 我们现在第一次带小娃娃3个人一起出去吃饭。来，娃娃，你开心吗？我们可以出去浪了，开心吗，宝贝？超开心的，走吧。Nature， this feels so good。So good to be outside。今天我们回到了我跟翠哥刚认识的时候一起吃的一个墨西哥的餐厅，去吃点东西。
这个就是那个餐厅，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就在这儿约会来着。Margaritas. It feels so weird to be back here. 这个地儿在 Dempsey Hill. 宝贝，宝贝，我们已经进来了，但是因为我们没有 reservation， 所以40分钟之内必须吃完。I'm gonna go wash my hands. Do you want to go wash your hands? Okay. Hey, why don't you go first? I'll wash her. 她去洗手。爸爸，爸爸 ，You happy? Are you happy, 爸爸？哦哦，什么？怎么了？怎么了？不高兴了？哦，妈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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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宝。没事没事。我们要了 guacamole and chips。然后我要的 shrimp 和鸡蛋，然后这个要的是 beef。Now baby girl didn't burn herself, you did. Be careful. 自从有娃以来，吃饭就再也不一样了。I want everything, lots of sauce and no sour cream. Tiga is making a fajita for me. Lots of shrimp. Ideally, I want less of that carb.Would I help you to use a spoon? Onion, you want? Yeah. Everything. Lime, whatever. Ah! Oh, yeah, yeah, yeah. The food is okay, but I come here for the sediment, you know?This is where we had one of our very first food days, right? Now we're back here with the little baby. Yeah? Who's out to ruin our night. Ruin everybody's night. Like, sitting. Come here, come here, come here, come here. He said he doesn't sleep, he's crying. He doesn't sleep, he's crying.Infant's tray must be like a ritual. But they always do the same thing every night. How's it look? OK, 已经结完账了，进来到出去不到半个小时，因为小娃开始闹了，他们走了，他们回家了啊，回家喽。